有关于韩国的部分，那过去哈、啊，坦白讲，1993年国会全面改选，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我们都同事，当然这一届也有同事，所以我刚才讲说，到了2000我们有同事，所以我他当选的时候，我给他讲很诚恳的话，就是说你很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当总当院长，哦，那很多人想看你笑话，你应该好好表现，就这样，这是很诚恳的话。当选当天，我们两个在院长室小房间里面，他跑来看我，你去看我脸书都有写，啊，但是呢，韩国瑜因为过去当立委的时候，他只是一般的立委，啊，过去他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执行嘛，啊，那我因为长期当党鞭嘛，啊，所以对议事规则非常清楚，啊，所以你就会看到骂韩国瑜骂最严重是我。你看我脸书哈，就是说，韩国就你一念之间，因为你不能顺从郭文奇跟黄国昌，一个月到没有协商什么东西就要表决，我说没有人这样干的话，所以我曾经写过混账，写过脸书也写过，问题发生在哪？在韩国瑜，那他只要坚守民主程序的话。有好好协商，好好讨论，有责任再表决的话，基层立委不可能这么乱。但是第一集就是这样嘛。第一集就是这样，他坚持这样，然后国民党先去占领主义台围起来，接受表决，这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那所以才会引发5月17号，他们本来以郭文奇以为5月17号就把所有事情通过这样表决，把所有事情全部干掉，包括。啊，这个扣钱法案，包括华东快，包括这个环岛高铁，包括这个国道6，什么都必提供一页，那一就5月17号全部就集中表决可以全部完成。所以他怎么知道？我跟你很多议事规则在要搞，他搞了4次，5月7、5月21、5月24、5月28，还没讲这样过，那这样的结果怎么样？国民党和民众党又得到什么？得到的是民意的反弹，骂他而已啊。那这个头脑，这个啊，韩国瑜你是最大的公安机关，你应该硬总缠下去，好好协商再来表决的话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所以我对韩国瑜很大挑战，就一直骂他这个。到后来，有关于原住民计划补偿6月4号那一天。要表决，我坚持一定要结论才可以表决，至少那天给我翻过来了。可是吴立华跟陈云支持，反而是支持国民党的案子。吴立华、陈云他们也有提案，啊、哦，和国民党一样都加码。但我觉得这个照程序来，不能，就开始要一开始要表决，所以坚持到最后一刻，郭文奇跑掉，郭千明跑掉，我做韩院长，他好像哪一签，他不坚持他的事情。至少把它矫正到这个一定要照程序来。对。那照张总后面很多学长，我到会期末很多学长，韩院长一直想说啊，这个到这里结束好，我们就处理，有什么没关系，停下来，都还有办法解决。对。包括哈、啊，包括健保法62条很多，我说这些包括华东，你不必接表决，我这个有办法协商完毕就不必表决的，我一一把它解套掉，所以我。对韩国瑜，对韩院长最大意见就是说，他必须要彻底中立。院长必须，这些刑事法规定很，另外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很清楚，是2016以后我们修的。院长必须意识中立，退出政党。所以你看这，我就骂他说，你既然是意识中立退出政党，你怎么可以联署环岛高以及国道六那种违宪的法案，你也可以提出来。你自己和郭文奇张，郭文奇和韩院长还有江副院长三个人已经提案，这个违宪的法案，你怎么可以提？我想宪法70条，啊，而且你没有意识中立，这个是他的最大败笔啊。王院长啊，生计的生计是吧？然后苏院长是，你听我讲，对啊，生计法案是在
孙雨凡是2016年以前，二零一六那是2014，哎，修法之前的嘛，哈，是王院长以前提过生计法案，啊，那时候我全部联署，几乎二读，大家前立委都一次的，都有一次，那时候还没有2016以后的所谓的这个，立委组织法第三条，对，他们议事中立，然后那是以前的事情。你说苏家权哪一个案子？苏家权有一个，苏家权有一个案子，他的以前提案。哪个案子？熊熊想不起来，我 Google 一下。但总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原住民那一个案子啊，我因为那个案子现在已经你都已经签字了，对啊，你都已经签字，为什么还要表决啊？我是签字要表决，不是签字同意的、啊。我不同意，我认为原住民境外补偿怎么可以由立法委提案，然后本来3万变成6万？可是你们家自己的立委就赞成。我还是反对，后来他们也要尊重党团嘛，所以这是有关于宪政体制的维持，这是我们比较坚持的。哦，他说苏家权曾经签过，很多的政治性法案，然后2007的时候，王院长是生物医药发展条例。对，那是。对对对对对。党苏家权曾经联署政党法跟党产条例。啊，联署和领衔提案不一样啊。啊，他曾经联署。也许。政党法跟党产条例。对。我说领衔提案嘛，他提案人嘛，啊，嗯、哦，他也是立好一个领可以联署嘛，但是呢，领衔提案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好不好？所以王院长那个是更早以前，还没有所谓2016以后我们修的嘛。那你要给韩院长，你觉得他的表现？韩院长不管怎么样了哈，甚至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谈话，对，而且我常常哈，我骂他哈。然后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这个回旋转正的院长，他碰到也会开玩笑，他也会开玩笑，他啊、哦，因为大家是老朋友嘛，哦，咱们坦白讲，私下有些事情我会跟他谈嘛，对，啊、哦，那我直接我的意见是怎么样，大家要我不会偏袒任何政党，但是对立委艺术个人，我是很坚持的，所以有关韩院长问你也很有差，我一起表现那一天，我骂他非常严重，是，哦哈。哦”哦，说你又变成历史罪人，他们是开玩笑说，哦，我是历史罪人，我骂他很严重啊，因为那个是很关键的时候，所以他院长必须彻底中立，这个最重要。我这句话立委倒了，大概如此，好吗？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